麦当，开。很细腻哦，我现在都没有听到青蛙声，要小心哦。哎，建筑物，哎，哇，哎，这不会是坟吧？啊？这边是坟墓吧？莫非我们找到了秦始皇的坟墓？原来秦始皇是埋在台湾。有这间建筑物很大间啊，这不会是一个社区吧？社区啊，本中央的社区嘛。刚刚你管，哎，还好你没有去当建商。我刚你怪怪，本中央想要社区。哎呦，我操！那个窗框拆掉了，陶 K 呀，啊，金属制的窗框拆掉了，我靠！这里哦，这里高高。我怎么觉得这边眼熟眼熟的？哎呀，哪里？原来一整片呢。哇，篮球架。啊，花大家对啊，很眼熟啊。我真的来过，我真的来过。啊，对。想当初我们还在这个，我们还在这边玩过火柴人。门啊，啊门啊，靠北啊！刚听我多哎，我伫只听有无？就是人咧唱歌诶。哎对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就讲唱歌的啦。你多是当怎样唱歌？刚听起来像女生，女生在唱歌。听起来像女生，女生在唱歌。听起来像女生，女生在唱歌。国旗掉在地上。哎。这个是不是当初的？这里会有鬼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这里真的在坟的中央啊！刚刚我们在探索的过程，是不是有小朋友叫北北啊？他是谁？刚刚是不是有人叫北北啊？小朋友的声音有。没电，是吧？
啊，没电了。你看，没电了。啊，出门不用插电池，不用检查啊，这。出门才换了电池啦。只是我家里没有那个小电池，我从那遥控器上面拔的。就没想到遥控器的电池也没电了是吧？哎，来来来。这里如果有阿飘的话，你记得我们两个在两三年前曾经有来过吗？马哥，这里如果有阿飘的话，你记得我们两个在两三年前曾经有来过吗？马哥，这里如果有阿飘的话，你记得我们两个在两三年前曾经有来过吗？马哥。嘿虾，嗯，啊，这门啊怕鬼，那个这个门在动，你看，这个门，嗯，好，你看到这个场景想到哪里？哪里？外劳宿舍，哇，外劳宿舍哈，时代的眼泪，这一个，啊。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观音像吗？嗯，成品在这边。哎呦，哦，啊，嗯，几点啊？几点啊？林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林栋，看一下。在看你们，还跟我一句来一句去呢。有啊，你看我一句来一句去，有啊，啊有啊，他会回应我呢，他会回我，要不你给他调看卖呢？你给他调起，也回你，你给他调。这样，左，你左手边这个，左手边这个，这个吗？调啦。Hello。调要为什么要调？因为你有啊。共通的这边蛮语言，共通的语言。有鬼你就再动一下。哎，你还讲跳？有鬼你就再动一下。跳！这么傻笑啊！要不然全部一起动了。OK， 谢谢谢谢。现在连门都可以他妈的来做感应的就对。掉。啊，起码修了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不是说在室内撑伞比较容易碰到。嗯。哎，有啊，他马上回应我，有没有？哎，这就是门与门共通的语言。哈哈哈哈哈！掉！哎，怪怪哦，贴符贴成这样。嗯。人与门的对话，傻傻的。哎，进去，你看。哎，先进去，你先进去。不，我没有用，我买二九。这边会贴符，不是重没有。我现在有要讲一个重点是，这边就是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探索的，这边是不通风的。对啊，气流，
这没有气流 啊，对，没有气流。不是，我是说真的，现在这边没有气流啊。对啊，没有气流，对啊。他说掉。这没有气流啊，帅吧？就跟你讲说，啊，沟通这档事就这样拿捏的死死的，这个门已经被我拿捏死了，好吗？轻易的就拿捏了。为什么要雕啊？为什么要说雕？哎，这淋雨你有听过？天雨，淋雨你有听过？不是阿婆，是灵界的语言叫淋雨，你听过？啊，你以前不爱吃小啊？啊，你以前不爱吃小啊？我突然不知道要回什么，跟你刚刚讲灵压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那个出处是那个什么悠游白书，灵雨一听好不好？按哥介绍，自然会有镇宅，会贴符不奇怪。怎么说呢？这附近都是这个，啊，坟场是不是？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喵，关起来。OK。乖，嗯，乖乖乖。有看到无？阮连门拢会使控制啊，够啥物未使控制？声控的、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门怎么样？啊。哎、欸。喵，喂、欸，我可能抓到你了、欸，我看到你在顽皮了，喵。喵，我抓到你啊，就是你，别搞那件。喵，喵。不是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要看的。啊，我要开吊到透早哩，看是要哪吊。哇，可以开啊，可以开啊，关起来，有种你关起来，现在 ，now， 此时此刻。你娘这是三个小哎呦，你那么远的不会是我们拉线吧？开联动有没有？嗯，关开喵喵喵喵，全部都在弄个档案雕雕雕雕雕雕雕，雕雕。一路这样，如果是站在尾端这样看，它门都这样开开关关，其实、啊、嗯，很有 feel， 拍鬼片啊，在拍鬼片你。哎，看啊！哎哎哎，看啊！麦当，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啥玩意儿？修好吗？你俩？我们现在在亚马逊丛林，这里随时可能会有出现黑豹、蟒蛇、老虎、食人鱼之类的。我们就是用生命在直播个直播者给大家看。哎。